然后他们又突然间说要去，然后加入那一组，然后搞得我们四个不可以在一起，他就生气。哈哈，那变啦，国中总是要出一点这种蠢事。啊，后来反正我们这一组是最高分的。哈哈，我这一组是最高分的，因为我们那组男生不会废话太多，然后男生会喜欢抢着做事。嗯哼，他们可能是想要去把妹。打别班的妹，没关系啊，有做事就好，我们不在乎其他的事情。我们这么害怕你，一副被虐待的小媳妇的样子。可是我明明就没有被你怎样。我要把你的 tag 改成小媳妇奶茶。那个尿布垫，不要那边翘起来。那个，我说的是另外一边，比较靠近外面的这一边。那个，对，那边是平，那边弄平，不要让它翘起来，不然到时候他们会把它弄倒，然后他就会拿去，他就会去吸水。大理石放。放那个窝下面，他爬这样，他爬进去。他这么肥，应该是爬得进去。不是啊，你把大理石放横的啊，然后窝就不用平放啊，让它有点翘翘的、啊。大理石放横的，这样子。你知道什么叫横吗？你现在是直、哦。你就这样子、哦。啊，窝压在它上面没关系啊。会不会就不睡我了？不会。这样子、啊。可以了，应该是可以吧。一个拳头大小。他真的很胖。我朋友昨天看到你抱他的照片，他就很惊恐说：“原来刺猬这么大只的吗？”刺猬就是这么大只。我就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刺猬要两手才能抱吗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他以为一只手就可以放碰拳。”可以，不行。可以，这只不行。可以，不行。它缩起来的时候可以。它缩起来的时候很大球，很大球。可以，这样子啊，我就不放进去。哦，你那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给的是一只，他给我真的很小只的刺猬。对，就是还没长大的刺猬的照片。他感觉到你靠近他。你为什么要吓人家？你说，再放一点呢？他们昨天那样子，今天早上是吃空的，只差没有填盘子。他们不会是大只的吧？你是不是没看过真正大只的刺猬？那个不是侏儒刺猬，不是？啊？那个不是侏儒刺猬吧？对啊。他们是侏儒刺猬的品种。等一下。它是吃胖的，五个月大就那个了。台湾的吗？台湾的。哦，好哦。比他大概可是我没有去查，我没有查到刺猬要吃多少东西。没有查到。很早看到啊。一般来说都会说什么那个体重的几分之几，但我没有查到。你动一下嘛。嗯。你动一下啊。动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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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